钱，这今天听你的。我都行，你说吧。我刚开播一分钟，我两分钟，我一首歌没唱完呢。你说我脑子有点懵了，你说呗，啊。嗯，那就还是之前以前有总榜和那个榜榜几的，还是就玩一个。都行，都可以，总榜一下。哎呀，你别那么迁就我好不好？你说一个嘛。我说真的都可以啊，刚开播反正整啥都行，整啥都一样对我来说，啊，嗯，都加上也行，嗯嗯，都加上也行，都可以。那整的我都不好意思，那还是那以前玩法吗？就是前十、前一百，或者是总榜，点赞也行，嗯。前一百加点赞加上总榜吧。行，好，嗯，那我们点赞，我看看我这边是多少啊？348万。好，我现在是发一个那个叫什么那个？投票的吧？那个得你发，我不太会发那个的，嗯，你会发那个吗？我会，我助理会。啊，好。好，有的时候找不明白他在哪，他就得跟我讲，给我整这个投票。10分钟吗？姐，10分钟。嗯，600秒是10分钟。行，正好十分钟。你算数挺好。嗯，600秒是10分钟，对。我们家兄弟们在这公屏说啊，他的声音好好听啊，那是不光声音好听，唱歌还好听呢。谢谢。嗯，谢谢。那咱就开始呗，就点赞加上总榜100加总榜，好吧？行，好嘞，开始了啊，回见。嗯，明白。来吧，兄弟们。电脑坏了，当心咬你，他不会咬我的。谢谢我们的蓝老哥。大家有人气票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走几张人气票。嗯，我看看我找一个啥歌适合咱现在唱的。我还想唱这个歌，慢一点的吧，太快的你，我害怕又给麦克风唱没电了。谢谢伙伴，我都不敢碰它了。为什么先说爱的先不爱，好动心的又不死心，究竟是为什么？为什么爱到深处才知道痛？繁华，我的妈，他怎么搞的？他把我电脑都电坏了。我们拉拉票得了，不唱了。感谢大家送来的人气票，我们来一波人气票。哇，哎妈，什么情况？一眨眼人家的票这么多了吗？兄弟们，刚才那首歌是庄妮老师的《为什么》，榜一百占啥？榜一百，先整个人气票或者是跑车。红白旗对，伟大领袖流血不流泪，不幸的一贫而过都还不飞。哇，还是我姐疼我呀，谢谢我姐，感谢我姐送来的火箭。我先干了这一杯，他们家跑车已经占七个了，家人们，那就我们小企鹅占榜吧，我把那个企鹅都设置50个了，好不好？我们先来一波小企鹅，如果有跑车我们来跑车，如果能来个企鹅我们来个企鹅。还有7分钟的时间，谢谢平常心的送来的520人气票。这是腿哥的战歌吗？啊，你嗓子不舒服就别唱了，就看我们说话就行了。太宠了吧，谢谢新哥，感谢新哥送来的企鹅，谢谢新哥。谢安静欣赏哥送来的人气票，正好人气票没有打出来的，我们正好把人气票往出送一送。人气榜现在我们排名第6啦，助理人数5000多。好久没有跟打 P
PK 了，谢我们的彤彤玩脸的人气票。有跑车的我们来个跑车，对面战榜已经是12个跑车战榜了，我们家现在是3个。谢谢安静的酒杯送来的13120人气票，谢谢酷海，谢谢酷海无涯哥，谢谢人哥送来的保时捷，谢谢我们的新哥送来的企鹅跳跳，谢谢我们的千里哥，这是咱找的人家，这票有点。谢谢我们的才哥的保时捷，谢谢我碧波万里哥，多少兄弟们挤一挤啊！谢谢安静，谢谢钱哥，谢谢剑南哥，谢谢我们的红尘哥。一人挤一个保时捷吧，占个榜吧，总榜不知道什么样。点赞的兄弟们不要落后啊，点点赞。我点赞数记着的吗？哇，谢谢暮雪哥！哎呀妈，终于追上了一点，谢谢暮雪哥，谢谢大哥。兄弟们，大哥冲向前面，520的人气票冲在后边，中间我们的保时捷跟上啊！谢谢风尘哥的保时捷。路过的兄弟们没有送一张人气票的，还有5分钟人气榜结束，送一张人气票，谢谢。我们保时捷已经10个了，他们已经完成了17个。他们应该也是保时捷战榜，咱们保时捷站在榜啊！谢谢我们飞行哥送来的保时捷。如果可以的情况下，大家可以什么呢？可以送个人气票，一张占一个榜。谢谢我们的飞哥，谢谢我们的飞行者哥又来一辆保时捷。我来个歌吧，谢谢我们的，感谢我们的江南哥又来一辆保时捷，谢谢我们贵在坚持哥。这个是以人数胜出，谢谢真诚哥，不是以一个人人数胜出，是一群人的人数胜出。谢谢黑色哥送来的保时捷。谢谢我们的申哥，感谢我们的依然哥。对面已经19个保时捷了，我们呢？我们现在是，这是咱家吗？哇！谢谢暮雪哥，持平了，兄弟们，咬住啊，咬住啊！哎呀妈，这一眨眼功夫这么快吗？这是咱家吗？我看到24个保时捷了。感谢大家的人气票，能来个气球我们来个气球，能来个保时捷来保时捷。哇，谢谢飞行者哥又一辆保时捷，现在已经持平了。谢谢无球哥，谢谢我们的飞行者哥，谢谢无球哥，感谢两位大哥，有一张的来一张，每人来一张。谢谢我们飞毛腿哥，谢谢我们的新生哥的人气票，感谢又一天哥的人气票，谢谢魔鬼哥的烟花。能挤一点的我们就挤一点点好不好，谢谢我们的达多哥送来的1314人气票，人气票还有2分钟。谢谢安康哥，哎呦我的妈呀，谢谢我暮雪，谢谢安康哥，谢谢两个的保时捷。现在我们领先了一丢丢，他们的榜100是多少？他们榜100是53，是咱们53，他们是10，但是人家的保时捷站得非常快，人家的保时捷已经快到30个了，而且520战榜也非常多。哎呀妈呀，这是又一个吗？还是我看花眼了？谢谢班车新哥，是我哥又一个保时捷，不是又一个嘉年华吗？我的天哪，哥你带头太猛了，兄弟们保时捷跟上。兄弟们确实有点给面子啊，平时不打 PK， 打 PK 的时候给我脸上有点光啊。谢谢才哥的私人飞机，哲你帮我盯点他们是多少辆啊，咱们现在是，25辆保时捷。谢谢我们的才啊，还才哥呢，对面26辆，我们少比他少一辆。谢谢我们的企鹅，企鹅送来的企鹅跳跳，谢谢我们的康哥送来的保时捷，谢谢我们的小草哥，谢谢我们的企鹅字母哥送来的1314人气票，谢谢我们的康哥，谢谢我们的小草，谢谢我们的恋动哥，谢谢我们的墩墩，墩墩破费了，墩墩好像给我送了好多的礼物耶，还有1分钟的时间，人家很猛的，咱们家还得往上走一走，谢我们的新生哥。对面28个保时捷了，咱们现在32个，优胜那么一丢丢啊！谢谢吴慕雪，谢谢吴明哥，谢谢我们的墩墩，谢谢我们。
们的火腿，就让时间一点点。谢谢旅途哥，对面三十分了，咱们三十，咱们三十五个动物量，还有一分钟的时间，就没有了后来。我看看我们的五十是多少，他五十是十九，咱五十很稳。谢谢年轮哥，还有五十八秒的时间，我们的票数相差不多。如果说大哥大姐们在直播间，如果说在直播间的情况下，每人帮忙准备一下好不好？帮忙守个塔一会儿。哎呀，谢谢墨雪哥，谢谢就是你，感谢优，谢谢就是你，谢谢我们的 NW 哥。还有四十秒的时间，平时很少打兄弟姐妹们，都是在直播间跟大家开开玩笑，拉拉小人气票什么的。今天好不容易出去溜达一趟，能不能完结一波？谢谢我们的文少哥，谢谢我们的幻君哥，谢谢我们的不忘初心哥。对面三十二个保时捷，肯定他打，他偷不偷塔？他家很有实力的，家人们。还有十秒，能不能给我守过塔？谢文少哥，谢谢就是你。谢谢吴斌哥，谢谢黑色哥。OK， 下点笑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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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笑，兄弟们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嗯，看看榜一百，榜一百，榜一百是一百，他们是一百二十三。嗯，他榜一百这么多吗？那咱们是多少？咱们是七十九是吗？七十九。结束了。我老好忘，谢谢暮雪哥，谢谢我们的青青姐，谢飞行者哥，谢文少哥，旅途哥，谢我们的星星，谢无名哥，还有无求哥、才哥以及康哥，谢我们的江南哥。我开一下麦克风，家人们啊，家人们破费了，谢谢大家。感谢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大家，感谢咱们所有的好朋友们，谢谢啊，嗯，哎，开麦了吗？开了，开了，开了。哎呀，那我们来首歌呗，就。行，没问题。嗯，咱俩谁先来？都行，我先来吧。哎，谁那个谁那个，都行，我先来吧。我先来也行，都可以。我来吧，我来一个。最近我上一首新歌叫《漫山雪》，你真是。哦，我好像听过这首歌。哦，这么巧吗？挺火的这首歌，现在。我谈不上吧，只能说是小小的有一点数据。家人们，送波祝福。谢谢。小小有点数据。夜已深，空背对月，风吹正晚，和谁道历历往事，沧海桑田，耿耿于怀的看着落叶感慨，像是那年你的旧画衣衫，如何能了解他是心无波澜，能替换掉他的人还未遇见，和他相关的尽量绝口不谈，躲开一切却躲不开冬天。你看那窗外又飘着满山雪，落在了心中的相思心难解，又想起来那年那一场离别，让时光又重叠。你看那天空又落下满山雪，雪如发白，结成冰如心似铁。想念的风卷起思念云大月，缠绕一生的结。我这整一半是吧？咱整完，咱们是。听完，你知道吗？好。Okay, 你知道吗？这首歌我们家小助理天天听。哎呀，那我太荣幸了。如何能了解他是心无波澜，能替换掉他的人还未遇见，和他相关的尽量绝口不谈，一切却躲不开冬天。你看那窗外又飘着满山雪，
情难解，又想起来那年那一场离别，让时光又重叠。你看那天空又落下满山雪，雪如发白，结成冰如心似铁。想念的风卷起思念云大月，缠绕一生的结。你看那山外又飘来满山雪，我想见过他的人都了解。又想起来那年那一场离别，让时光又重叠。下满山雪，雪如发白，结成冰如心似铁。想念的风卷起思念云大月，缠绕一生的结。好好好好好好。哇，好听这首歌。你又犯花痴了吗？我这那欣赏第一，人长得帅，唱歌又好听，对不对？那怎么能叫犯花痴？就是欣赏，懂不懂？哦，真是讨厌。我刚想说呢，我今天一连到你，我看到你，感觉你今天的整体的一个感觉，还有这个妆容啊、穿搭，感觉特别的，看着特别的舒服，特别得劲儿。他怎么讲呢？现在就可能我要走成熟路线了。啊，我一会儿走颜值路线。行，那我来一首这个歌。嗯。送给两边的所有的家人们啊！哎呀妈，这嗓子。有可能翻车啊，翻车多多担待啊。实力派变成颜值派。腿哥你擦擦你的口水，你们真的白铁啊兄弟们。上一回痛了心扉，感情已支离破碎，装作一副无所谓，强忍着泪，可想念时依旧崩溃。爱过一回伤心扉，我的心早已成灰，多想留住你的美，再爱一回，可一切已无力挽回。痛在心悄悄作祟，想你时流下眼泪，从痴情绝对到无怨无悔，最后换来了心碎。回忆他从没有防备，总是让想你的美。感情的世界，是非错对，把我伤得好狼狈。爱过一回，伤一回，痛了心扉，感情已支离破碎，装作一副无所谓，强忍着泪，可想。我唱一半吧， okay, 好不好？我刚刚说的，我听刚看他们说你感冒了，刚好是吧？嗯嗯，我感冒刚好，我唱一段，感冒刚好。我掐指一算，你明天是不是休息？多注意身体。啊？你怎么知道的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因为明天我也休息。我，但是我不一定休息，因为我离得近，我晚上可能会回来了，我就嗯。啊，你离那是多少公里啊？啊，我多少坐高铁2个小时啊，高700-800公里啊。那你离得近啊，我这就是、啊、我这有点严，我得坐飞机去，早上起来的飞机就得去，但晚上不一定能不能赶着飞机回来、啊、可能会休息一天我得。啊，我本来想休息的，这他我看他临时又改时间了，说我提前半个小时，我那肯定是来得及。啊，改时间了吗？没有通知我改时间啊。嗯，我看一下，好像本来是3:30啊，现在好像是，我看一下啊。2:30。啊，我看一下，那你可能那也可能，现在是2:00，现在改2:00了。嗯，对。什么时候改的？他没通知我。他那个就是我问他的，我因为我刚刚我是直播前我又问了一遍，然后那个他刚回我的，他说什么约会去？我们学习去。啊对，OK， 没有毛病，是是是。好，对对。那明天见啊。嗯，
嗯，好嘞，明天见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嗯，好嘞，兄弟姐妹们，拜拜啊！多注意身体啊，多注意身体啊！哎，好嘞，好嘞，拜拜。嗯，好，拜拜。嗯，你关呗。啊，好啊，好，我来。那我关一下，我关吧。啊，我没关吗？走红毯吗？红毯是四月份，在那个哪个门了？叫厦门啊？对，厦门。比个心，谢谢墨雪哥，谢谢文少哥，谢谢我们的清新，还有飞行者哥，以及旅途哥，还有不忘初心哥。你俩商量好的吗？不是我会算，是学习的时候我知道，就好多人的人名我都知道。你们有名单吗？有点懵。对，跟大家讲一下，明天可能休息一天，后天直播。刚才这首歌叫什么名字？这首歌的名字叫《爱一回伤一回》，是那门？不是，我说走红毯的那个叫什么门？是那个啥门了？厦门啊，对，厦门。我就记着好像是什么门。厦门能去的话，可以在家附近的话可以去，但是是四月份呢。福建厦门，我今天就不播那么长时间了，家人们，我收拾收拾东西去，可能我都，但是我小号播不播呢？你说？哦，对，我忘记了，小号播吗？啊，定的是播没播？没定，那就小号播吧，来吧，那就腿哥播吧。啥前门呢？我雪哥一会儿给你唱歌啊，但是我估计你现在唱歌呢，你会嫌弃我这嗓子太破了。什么哈就门什么玩意儿？你说的还防盗门，怪怪的。那我一会儿播啊，一会儿使腿哥播，咱聊会儿天儿。这不行了，这嗓子唱不动了。就谁咳嗽了？我们这一圈基本上都，我今天又有点鼻。在我的主页上，腿哥，那我就下了，家人们，不拖时间了。感谢大家送来的会员还有这期票。明天出门。因为出门的话，那也不耽误播呀，可以少播一会儿嘛。嗯，一会儿播。暮雪哥飘萍说：“你看见帅哥眼睛都发光，那不至于，我看见暮雪哥眼睛才会发光。尤其是哥，你说嘉年华的样子特别帅，你就是这条街那最靓的仔。”看见他是放光，我看见你的眼睛都是泛蓝光的那嘉年华。不卖鹅了，不卖鹅了，我就这边就直接下了，不磨叽了啊！完了，腿哥见一会儿啊，一会儿哥哥，等我休息休息就给你唱，不行咳嗽，病毒。